2006年10月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茂陵考古队开始对茂陵进行考古钻探。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，它也是西汉11座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。茂陵自建成后，神秘的地宫结构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。史书中曾记载茂陵数次被盗，那么茂陵地宫是否也遭到浩劫了呢？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40公里的咸阳原上。咸阳原方圆500平方公里，这里埋葬着西汉王朝的9位皇帝。西汉时期，因汉武帝的陵寝隶属怀里县茂乡，而被人称之为茂陵。传说汉武帝刘彻在一次打猎的过程中，因在茂乡附近发现了一只麒麟状的动物和一棵长生果树，认定茂乡是一块风水宝地，于是下诏将此地圈禁起来，开始营造陵墓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茂陵始建于公元前139年，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二年。汉武帝登基之后在位54年，是汉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可以说在文治武功方面他干了许多的事情，把大汉呢推向了全盛。我们通常讲汉唐盛世、大汉盛世，主要就是指他在位的这段时间。而且呢，当时大汉呢版图辽阔，国力强盛，成为欧亚大陆最为强盛的帝国。汉武帝在创立自己的伟绩的同时，他的陵寝也在不断的扩大。公元前57年2月，71岁的汉武帝寿终于长安，18天后葬于茂陵，茂陵由此才停止了营建。而这时茂陵已修建了53年。那么一座修建了近半个世纪的陵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呢？上世纪40年代，一位美国飞行员在执行飞行任务的途中，在西安的西北方向意外地看到了类似于金字塔的建筑，他把这些建筑称为东方的金字塔。但是他和他的飞行队员由于并不知道是什么古迹，所以只是把这些建筑一直当作导航地标。从外观来看，茂陵的确像一个金字塔的形状，陵墓外观如覆斗，全部采用夯土筑成，陵体高46.5米，占地面积近6万平方米。当年的茂陵除了金字塔状的大型封土之外，在它的周围还有华美壮丽的陵阙、殿阁、房舍等。公元前138年，当茂陵工程进行到第二个年头的时候，汉武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成立茂陵邑。他让一些汉初的功臣、贵族以及富豪搬迁到茂陵邑。茂陵邑与茂陵相隔数里，当时搬迁定居的文武高官、富豪、儒士有6万多户。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司马迁等都先后携家迁到茂陵邑定居。为什么汉武帝要成立茂陵邑呢？
这个字啊，在汉代是一种基层政权建制。他做这个事情呢，也是有历史传统的。从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开始，就注意呢迁徙关东大户，到关中，到长陵，来呢巩固中央政权。那么这个事情和中央政权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在关东一带啊，些富商大户、功臣子弟势力很强大，中央政府的政令在那推行不开，把他们迁徙到关中，就强化了中央的力量，削弱了地方的势力。那么汉武帝刘彻迁徙了几万户关东的一些富商大户到茂陵邑，把茂陵邑呢建成了长安的卫星城，人口很多啊，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27万。随着搬迁到茂陵邑人数的增加，茂陵的修筑工程也越来越大。那么所耗费的巨资又来源于哪里呢？相对于庞大的地面建筑，茂陵的核心建筑地宫又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呢？史书记载，茂陵地宫占地一顷，深13丈，有能通过6匹马车的甬道。如果按照现在的尺寸推算，茂陵的地宫是一个约6000平方米、深30米的地下宫殿。由于茂陵至今没有进行考古发掘，考古工作者只能从其他已挖掘的汉代墓葬来推测茂陵地宫的形制。1974年，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大宝台发现了2座汉代的墓葬，其中的一座墓规模较大。经考证，这2座汉墓是广阳国请王刘建和王后的合葬墓。刘建是汉武帝的孙子，汉宣帝继位后封刘建为广阳的国王，又称请王。刘建在位29年，去世后汉元帝下旨按侯王的最高规格埋葬。刘建的墓室好像一个覆斗状，深近5米，由墓道、甬道、外走廊、黄长提凑、前室等部分组成。最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奇的是，在刘建的墓里发现了史书记载的黄长提凑。所谓黄长提柱呢，就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柏木砌筑的这个棺椁，在棺椁的外侧呢，应该叫做什么便房？便房呢，实际上也是用这些木料砌筑的一个个小的这个空间，在这些空间呢里边呢，放置大量的这个陪葬品。黄长提凑一词出现于秦代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。书中说，天子礼葬时可以用黄长木堆垒成像棺木一样的形状，到了西汉时期则明确规定，黄长提凑只有天子礼葬时才可使用，一般侯王不得用黄长提凑。那么刘建只是一个广阳王，为什么可以使用黄长提凑呢？广阳王刘建墓的黄长提凑是汉元帝下旨特别恩准的，也就是说，刘建墓是按照天子一级的葬别形式建造的。你比如说好多帝王陵，比如满城汉墓，包括这个徐州的这个楚王陵，包括芒砀山的这个河南这个商丘芒砀山的这个梁王陵，它很多就是以山为陵，就是用石在石山上凿一个这个陵。因为关中这个地理条件呢，所以它呢大多数都采用的是平地挖坑起冢，采取的这种陵的性质。但是它这个总体的埋葬的理念
和在一些藏具的使用上，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。也就是说是它和那些相比的话，它应该是有等级的区别，有地理环境的区别，但是在埋葬制度上呢，应该是一样，应该是按照一个统一的一个制度来埋葬的。虽然广阳王刘建的葬室规模无法和茂陵相比，但考古工作者推断，茂陵的地宫也是由墓道、甬道、外四廊、黄肠题凑等组成，建造墓室的形制与广阳王刘建的墓葬形式相同。子宫是汉武帝遗体安放的棺椁，因为棺椁用子木制成而得名。史书记载，汉武帝的遗体被安放在子宫内的玉床上，口含禅玉，身穿金缕玉衣。在汉代，人们崇尚美玉，在葬礼制中认为玉能含尸，意思是用玉可以保持尸体不腐烂。汉代的史书中记载，天子或诸侯王死后可穿金缕玉衣入葬。然而金缕玉衣是如何制作的，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。1968年，解放军某部在河北满城灵山上施工时，偶然发现了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墓。在墓中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金缕玉衣，这也是金缕玉衣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刘胜的金缕玉衣长1.88米，由金丝将2000多个玉片穿制而成。专家推测，汉武帝也是穿着金缕玉衣入葬，只不过比刘胜的玉衣更为华丽。金缕玉衣并不是茂陵地宫的陪葬品，那么茂陵地宫中到底有哪些陪葬品呢？茂陵啊，修了53年，随葬品是一边修一边放，等汉武帝安葬的时候，地宫已经放不进去了，随葬品只能放在陵园里边。这都是些什么随葬品呢？据史书记载啊，有金银珠宝，还有金银珠宝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动物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水里边游的，多种多样，有190多种。还有从蜀国供下来的玉箱、玉帐，还有汉武帝自己读的书，都做的放在一个一个金箱里边，随葬入墓。近几十年来，在茂陵园里，当地的百姓在迁房和平整土地时，仅拾得的文物就多达3000多件，这其中不少是国宝级文物。1975年7月，一位农民在汉武帝茂陵的东面发现了这件玉雕瀑首。瀑首是中国古代装面门环的兽首底座。这件玉瀑首上面雕刻着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等4种天上的星象，雕刻工艺精巧，反映了汉代在玉器工艺中高超的技艺。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，这件文物被列为国家级宝物。汉武帝生前兴趣广泛，最喜爱的一是从西域得来的汗血宝马，二是狩猎，三是书籍。在茂陵方中之内，一定会有大量的巨型天马石刻、殉葬的活马、弓箭、猎物，以及各类文学作品、诗词歌赋等等。解放前后，在茂陵园区内发现了16件巨型石刻，其中有12件都是国宝级的文物。这批动物石刻气魄恢宏，出神入化，堪称石刻艺术的绝品，直到现在依然是雕刻艺术家观摩的典范。那么
汉武帝为什么要请人雕刻这些巨石雕像呢？当年大将霍去病率军平叛匈奴，在祁连山一带屡建奇功，却不幸英年早逝。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卓越功勋，下旨为他修造了一座像祁连山一样的大墓。在霍去病落葬不久，汉武帝又命人招募能工巧匠，用完整的巨石雕刻成各种动物像和人像，布置在墓地中。这批石刻群采用的石料完整硕大，质地十分坚硬，据说是秦岭山中的麻沙石。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放置在墓冢之前的马踏匈奴，它是这一石刻群的中心雕刻，表现了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。在茂陵的陵园中，除了霍去病墓之外，还有卫青、霍光、平阳公主等陪葬墓星罗棋布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茂陵众多的珍宝成了汉代时期最奢华的陵墓，它也自然成了盗墓者的首选目标。公元前84年，在距汉长安城不远的扶风县，有人在兜售几件奇特的玉器。卖货人的叫卖声引起了一位过路商人的注意，他将卖货人领到自己的住处，准备挑选几件玉器。当卖货人将包裹打开后，商人不由得心中暗喜，这是几件做工极其精巧的玉器。就在商人仔细查看玉器时，他忽然觉得这些玉器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原来这名商人多年前曾经是汉武帝身边的一名侍从，而这几件玉器正是汉武帝生前最喜欢的物件。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这几件玉器在汉武帝去世后就随葬茂陵，他们如何会出现在卖货人的手中？想到这里，商人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难道戒备森严的茂陵被盗掘了吗？商人将卖货人连同玉器拖到衙门审讯，卖货人最后供认，他是从一名老者的手中买到的两件玉器，而老者是谁，从哪里来的，他并不清楚。令人感到不解的是，汉代司法部门只是将两件玉箱和玉杖登记充公，并没有处罚卖货人，就将他放走。此案的审讯结果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人们不明白这起明显的盗掘案为何草草的就从轻发落了呢？司法衙门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茂陵并没有被盗掘。司法衙门的论断并非没有道理。茂陵自建成后，陵冢周围宫殿密布，应该都有卫兵把守，盗贼岂敢轻易下手？另外，茂陵区附近的村落大多是守陵人的后裔，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，对进入茂陵区内的陌生人异常警惕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负责茂陵陵区安全的是汉武帝生前最信任的大臣霍光。霍光，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弟弟。霍光在哥哥霍去病去世后，一直在汉武帝身边做事。汉武帝去世后，葬殡礼仪的一切活动全由霍光主持。霍光在任期间将茂陵治理得井然有序。以霍光当时的声望，茂陵被盗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。
虽然可以基本排除冒领被盗的可能性，那么玉器又是从何而来呢？为什么官府不深究这个事情呢？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当时汉代啊，玉器加工业比较发达，这些玉器由宫中流落到民间，民间呢就做进行了仿制，一些商人当时那些商人所出售的可能就是这种仿制品。玉器流失成了茂陵最早有记载的一起悬案。考古专家认为，以当时盗墓者所使用的技术手段，盗掘茂陵几乎不可能。史书中记载的这几起悬案应该另有原因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茂陵除了玄室、明堂留有空间外，其余大都被随葬品堆放得密不透风。茂陵地宫四周有用石头砌好的护壁，假设有三五个盗墓者联手不分昼夜的挖宝，至少要一年到两年才可以掏到墓穴的中心部位。况且茂陵周围戒备森严，盗墓贼很难得手。于是专家做出了大胆的推断，可就是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当初安葬汉武帝的时候，寻葬品很多，地宫放不开，大量的都放在地面建筑里边，可能啊就是一些看护人员坚守自盗等等，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，那么在这期间茂林被盗出的随葬品不知有多少。虽然这些悬案不能确切地说茂林是否被盗掘，但发生在西汉末年的盗掘案却记入了史册。那茂林真正被盗，历史记载有两次，一次呢是西汉和东汉之间呢，当时赤眉军他们呢占领茂陵这个地方以后，就打开了茂陵的地宫，搬运里边的金银财宝，当时有上万人的规模，搬了，据历史记载说搬了十几天，最后呢运走的东西啊按统计不及半数，可见这个藏品很多，里边珍藏东西很多。最大的浩劫在公元880年，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，为了筹集军饷，他们将目标指向了茂陵。这次盗掘茂陵地宫，起义军搬运了三天，或许是宝物太多，以至于大量的金银器皿散落在茂陵周围。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盗掘，茂陵内的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一代名帝的陵墓自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2006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茂陵的陵寝进行了考古调查，但是考古工作者在茂陵的主体并没有发现大的盗洞。那么史书记载的几次大的盗掘活动究竟是否是真实的呢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考古工作者会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。在乾陵地宫前，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护佑着这位传奇女皇帝的陵寝。而在60多年前，一群人无意中炸开了墓道口，千古之谜就此揭开。请继续收看系列纪录片《未被发掘的皇陵之无字碑下》上集。